鳥が鳴きます。这是一场不能对外公开的神秘行动。日本政府出动东京市全部警力，封锁了一片方圆十公里的区域，以瓦斯泄漏为由清空了数十万居民，更是召集了来自全国顶尖的捉鬼大师和驱魔团队，和尚、萨满、神婆、灵媒，各路神官齐聚一堂。他们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区内高筑神坛，竟是为了趁着月圆之夜对付东瀛第一女妖破鸡魔。日本高分恐怖电影来了，今天他真的来了。男主秀树大学毕业后，一个人来到东京打拼，几年下来就在这里站稳了脚跟，不仅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娇妻，还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织纱，任谁看到都要羡慕的哈喇子流一地。这天是爷爷的周年忌日，秀树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参加祭祀仪式。秀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，晚上所有人聚在一起用餐，其乐融融，但妻子香奈明显非常不适应。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，从小跟着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，而且母亲整日酗酒晚归，还经常带不认识的男人回家。香奈一直生活在无助与孤独之中。用餐结束，老人们为了吓唬孩子提起了破鸡魔的传说，他是那些枉死的孩子们的怨念和恶意的结合体，据说做了坏事的孩子都会被他抓回山里。他们还记得秀树小时候就有一个玩伴被破鸡魔抓走，秀树嘴上说着记不清楚了，但他时常会梦到这件事。女孩说每到晚上总感觉有东西在用力拉他，还说要把他带到山里。自从有了女儿织纱以后，秀树更是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他开通博客，每天在上面分享自己即将当爸爸的喜悦，不仅带着妻子参加各种育儿课程，还是巨资买了一套方便孩子玩耍的公寓，妥妥的暖男奶爸形象，因此赢得了女同事们心中公认的完美男人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虽然博客里满是对妻子和女儿的宠溺，但现实中却是个十足的渣男，家里垃圾遍地他不管，孩子哭了他都懒得抱一下，甚至连家人生病住院他也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得到更多的点赞。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妻子一人身上，而这一切对于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香奈来说，无疑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这天正在上班时，同事过来说有个女人在楼下找他，还说要谈一下织纱的事，可等他来到楼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，就连刚才的同事也是一脸懵逼，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。秀树随手拍了他一下就要离开，没想到下一秒同事的肩膀上竟然开始疯狂飙血，医生也没能检查出什么问题，同事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可没想到第二天同事竟然因为身体原因住了院。秀树来到医院探望，只见同事躺在床上面容憔悴，形如枯槁，肩膀上时不时就会传来钻心的疼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伤口蠕动。这天晚上秀树又做了一个怪梦，梦中的他回到了小时候，爷爷病危躺在床上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一个恐怖的身影在不住地呼喊他的名字。对方竟然直接喊出了女儿的名字，秀树猛地从梦中惊醒，而女儿正诡异地站在他的身后，一键三连求个关注。此后家里就开始怪事不断，这天晚上下班，家里像进了贼一样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满地都是撕碎的平安符，妻子和女儿正躲在卫生间瑟瑟发抖。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秀树再也不敢耽误，急忙找到好基友民俗专家金田帮忙，可金田只是理论研究并不懂御鬼之术，只能带着秀树找到了一个酒店小姐。这个女孩看上去像个酒店小姐，其实她的真正身份还是个酒店小姐，但她却是附近最好的驱魔大师，因为从小生活在世代驱魔的家族，耳濡目染这么多年，就算不会念经也能跟着哼哼。她一把抓住秀树的手开始施法，为了更好的集中注意力还把男友和金田都赶了出去。就在两人抽烟聊天之时，秀树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，金田急忙追上问其原因。可等两人走后，夏美竟然说金田好像也被什么东西缠上了。晚上回到家里，
夏美和男友胡子哥竟然早她一步先到了家。夏美正在陪着女儿玩游戏，胡子哥则在一旁和香奈有说有笑。祥和温馨的氛围下，似乎只有秀树是多余的。为了更好地找出问题，当晚夏美和胡子哥便住在了这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智沙就缠着夏美陪她做游戏，夏美似乎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。胡子哥大快朵颐，还不住地夸赞香奈做饭好吃，唯有秀树在摆弄自己的平安符。两个男人刚到楼下，就接到了夏美的电话。家里的平安符尽数被毁，所有东西瞬间乱作一团，香奈和智沙被吓得蜷缩在角落。夏美马上施法镇住了邪祟，房间里很快恢复了平静，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。夏美略微的施法便惊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姐姐晴子，晴子直接让秀树接电话，她说妹妹的功力应付不了这种场面，但她的不自量力会遭到对方的反扑，自己一时也回不去，只能先给秀树介绍一个神婆帮忙，最后还叮嘱秀树把阳台的绿植通通烧掉。神婆与他们约在一家餐馆见面，刚刚聊了几句，秀树的电话响起，神婆让她接电话，但是只能听对方说什么千万不能回话。电话里先是女儿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妻子的声音，看秀树这边没有反应，对方才露出了真正面目。他训斥秀树虚伪做作，整天只会在外面作秀，心里根本就没有妻子女儿和这个家，把秀树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得粉碎。神婆见状急忙双手结印，但似乎还是晚了一步。神婆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，还被活生生扯下了一只胳膊。秀树震惊之余，看到一个穿着红鞋的女孩夺门而去，锁脖之处留下一串长长的血手印。神婆用尽最后一丝气息让她赶快回家，妻子和孩子会有危险。秀树急忙给香奈打电话，让她带着孩子离开家里，随后等自己的电话通知。可就在这时，秀树又接到了晴子的电话，她算到神婆发生了意外，让秀树赶快回家，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将家里所有的尖锐物品藏到抽屉深处，把所有的镜子打碎，然后在门口摆上盛满水的碗盘。就在这时，家里的座机突然响起，正在秀树犹豫要不要接时，电话变成了语音留言，里面竟然传来了晴子的声音。座机里的晴子说手机里那个晴子是假的，这一切都是破机魔的圈套，她必须马上离开家里。可手机里的晴子却又说对方是假的，这下完犊子了。秀树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该听谁的。这时外面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女孩发疯一样向她冲来，秀树被吓得立刻关上了房门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直到这时她才想起儿时那个女孩的名字。随着两个血红色的手印出现，下一秒秀树就被拦腰斩成了两截。刚刚死了丈夫的香奈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，她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女儿，但最近智沙经常莫名的生病发烧，香奈因为这事也丢了好几份工作，慢慢的她开始变得疲惫不堪，烦躁易怒，最终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女儿身上。她的性格开始大变，她要抛开所有的羁绊和束缚，香奈想要随心所欲为自己活一次，她把智沙交给夏美照顾，自己则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去约会，约会对象正是秀树的好基友金田先生。原来早在一年之前，秀树忙着自己的奶爸联盟聚会时，金田先生就在后方偷了他的塔，现在更是变得肆无忌惮。香奈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眼看智沙与夏美的感情越来越好，香奈竟然提出要把智沙送给夏美，夏美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发生了意外，智沙双眼泛白，浑身乱颤，似乎对母亲充满了恨意。破机魔又来了，夏美只身来到阳台对付破机魔，可香奈能逃到哪儿呢？这时智沙想去厕所，两人刚刚上完厕所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紧接着一只黑手出现，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香奈倒在一片血泊之中，再也没有了反应，智沙也被破机魔带走。与此同时，金田被发现死在家里，死因不明。另一方面，当胡子男赶到公寓时，夏美已经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。几天后，医院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秘女人，只见她对着夏美吹了一口烟气，夏美随即恢复了生命体征。这个神秘女人正是夏美的姐姐晴子，东瀛第一驱魔师，一个战力接近天花板的存在。眼看妹妹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她决定出手教教破机魔怎么做人。女人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政商各界高层陆续到达听其调配，他们遵照晴子的安排，出动东京市所有警力，封锁了方圆几十公里的区域，以瓦斯泄漏为由清空了数十万居民，更是召集了全国范围内的驱魔人前来助阵，和尚、萨满、神婆、灵媒，各路神官齐聚一堂，他们在小区内高筑神坛，晴子则坐镇公寓运筹帷幄。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魔仪式正式拉开帷幕，但作为远古邪神的破机魔也绝非等闲之辈，他要让各路大神为到现场先死一半。随着夜幕降临，这场史无前例的驱魔仪式正式开始。
各路大神焚香祷告，齐声念咒。晴子拿出符文上达天庭，下传地府，经有邪神作祟，不得已而为之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古典愈发密集，各路人马大显神威，刹那间风起云涌，天地变色。以独臂神婆为代表的阵营率先发难，其他众人紧随其后，一时间呢喃之声不绝于耳，各种法器上下翻飞，方圆百里皆是神威。随后破击魔现身，瞬时间地动山摇，神坛垮塌，公寓楼外流出大量鲜血，镇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神官相继倒地身亡。胡子哥看到破击魔顿时乱了阵脚，晴子将其一拳打翻在地。待胡子哥恢复意识，织沙已经被封印在了神坛前。从小生活在那样一个畸形的家庭里，父亲整日爱慕虚荣，根本不关心他，母亲漠不关心，还要将他送人。正是织沙的恨意给了破击魔可乘之机，现在他已与破击魔合二为一，想要除掉破击魔就必须要把他们一起送走。可在夏梅与胡子哥看来，小孩子希望得到父母的爱又有什么错呢？胡子哥上前阻止，却被晴子一刀刺中了腰子。夏美更是把织沙紧紧地抱进怀里，晴子劝不动妹妹，准备直接来硬的，发现法器已被胡子哥摔坏，两人的阻拦让破击魔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外面的各路人马死伤大半，如人间炼狱一般惨不忍睹。仪式的中断让晴子遭到反噬，喷出的鲜血中爬满了虫子，房间内一阵晃动，墙体开裂，裂缝中还涌出大量暗红色液体，红色液体在房间里快速蔓延。晴子急忙护住妹妹，胡子哥则带着织沙躲到了阳台。眼看大事不妙，晴子顺势将两人撞了出去，他把妹妹送出房间，只身留下来对付破击魔。一正一邪的巅峰对决即将展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潮水般的红色液体喷涌而出，一阵血雨淋醒了胡子哥，而怀里抱着的织沙正在开心的笑。电影的最后，夏美与胡子哥坐在公园的长凳上，怀里的织沙正在做着美梦。电影正片到此结束。说实在的，在看这部电影之前，真的想象不到驱魔电影可以拍得这么风云叱咤，气势磅礴。当驱魔古典响起的时刻，仿佛看到了万马奔腾的进军场景，让人不由得起一身鸡皮疙瘩。这也算是近几年日本为数不多的高分恐怖电影，我会把原片放到评论区置顶位置，强烈建议大家观看原片感受一下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，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